一名34岁男子因为窃权买毒，建国小连假期间无人在校，查看附近环境后，趁机闯入学校行窃。行窃过程中遭附近民众发现，立即报警。警方接获报案后，立即派遣警力前往。到场后，逮捕正欲离开的嫌犯，并当场起赃证物等。警方讯后，将嫌犯移请桃园地检署侦办。